白精华液的作用与功效。胶原蛋白精华液能够深入皮肤的真皮层，清除自由基，从而恢复并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韧性和活性，能活化肌肤上的细胞，调整细胞到健康的状态，可以达到修复皱纹的效果。但是注意的是，平时也一定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，来为自己的身体补充维生素，可以让肌肤保持水润光泽的状态。